你答应替五姊中间囡仔生落来，我就开始怀疑，从头到尾你拢在欺骗我的感情。即马，你去拄着有一人去大少爷，你佫答应要替伊生囡仔，我看你是贪图因家的钱，你是贪图荣华富贵。云鹏弟，你讲啥？我讲。你去看看伊在黄志忠，伊在吴志良的大少爷。我讲，你是一个最信用我的查某人。我讲你不忠、不义、不正、不孝。菩萨保庇，菩萨保庇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义良啊，你较拜托的，你安尼你行来行去，你嘴细细咧，我拜托你坐落好无啦？真难拍死啦，我听袂落来，我只能去卡。阿哥，我这个嘴，我自己都管不住。菩萨保庇，菩萨保庇。文婷啊，你是莫这么烦恼啦。啊，飞机下落的代志吼，可能只是误会尔。咱不是看新闻，嘛不是听广播，那是直接接到航空公司打来的电话呢。这個、消息哦，应该是正确的啦。文婷，就算讲飞行器下落来，嘛常常听讲有生还者，咱是冷静落来等消息。你千万唔通做梦，林静，你在里条人命，叫我是要安怎？林静，天公伯，我是倒位对不起你，我是倒位得罪你，你讲啊，你去回答我。文婷，你莫这么激动啦。是安怎？你要跟我滚遐尼大个算账，真好小心！我处理所有的人，还阁有遐个亲戚，二十外条的人命，拢总予你夺走去啊！这个算账，真好小心！文婷，伫个任何消息还袂确定之前，一切拢还有机会，一切拢还有希望的。我保证已经好了。我嘛无做唔到任何的代志，先走，先走！你要对待我，可是你看我袂顺眼，你昨日针对我来，你来气我，先走要气我的爸爸妈妈，先走要毁我先几种代志，你来气我，你来气我嘛！文婷，你莫喊你冷静起来。拢怪我，早知影代志安尼，我就应该听家己的话，去纵容咱家回前，哪呢？今仔就袂发生这款代志，拢怪我，拢怪我，拢是我唔好。秋莲，你别出钱，这是我交代你去做的，跟你无关。陪我来去机场查消息好不好？我。安怎？你是有啥物困难是？不是啦，不过，秋莲，你袂去啦？嘉怡，我的爸母是安怎对待你，我相信你真清楚。即马，你嘛是我公司的助理。即摆发生遐尼严重的代志，我爱你陪我去，徛伫前列的立场，拢是正当的。是安怎你还阁好意思拒绝我？是安怎你好意思叫秀莲陪我去？文婷，我有我的理由甲想法。你有啥物理由？啥物想法？老爹讲，爱人坚持住，真心真意，甲虚情假意的差别，我即摆总算了解。文婷，
你莫生气啦，嘉义不是故意的啦，不是故意是啥物？之前伊使坏两处，拒绝我的好意，我拢不要紧。不过今嘛，发生遐尼大的意外，我的爸母拢在伫迄只飞行机顶悬，是安怎你还佫会佮拒绝我？是安怎你会当拒绝对我付出真心？文婷，嘉义伊毋是毋肯对你付出伊的真心，也毋过伊。好啊，你毋要佮我替伊讲话啊！伊即嘛安怎？伊即嘛会佮好好徛伫遮？也毋过我连我爸母伫倒位我嘛毋知影、啊。是安怎？你还佮有甚物理由会当拒绝我？你还佮有甚物理由无要陪我去等消息？文婷，你是冷静落来，无你甲家己真正为了考奖，你敢会当心平气和听伊讲看卖？还佮要讲甚物？还佮有甚物好讲？文婷，我毋是无想要陪你去，是因为我已经败气啊。稍等下，我要去做产检嘛。而且，今日早起我爬起来的时阵，爬起吐甲真厉害，身体真正足无爽快。啊，若无，我一定会陪你去的。爬起啊！是甚物人叫你家己仔生落来？自从你答应替黄志忠家己仔生落来，我就开始怀疑，从头到尾你拢在欺骗我的感情。即马，你去拄着有一人去大少爷。你快答应要替伊生囡仔！我看你是贪图因家的钱，你是贪图荣华富贵。文本弟，你讲啥？我讲，你去看看伊在黄志忠，伊在吴志良的大少爷。我讲，你是一个最信用我的查某人。我讲你不忠、不义、不正、不孝。我知你现在是面子无，真无稳定，所以我体谅你。你拄才所讲的话，我拢会当作无听。啊，不过，请你莫阁继续侮辱我，好不？我无需要你的体谅。稳定，不是我想要替家己讲话，啊，不过我认为讲了无唔对。我拜托你，莫阁激动，莫阁讲一寡伤害别人嘛伤害你家己的话，好无？对啦，文婷，你较冷静诶，即摆毋是冤家的时阵诶，即摆上吊是咱要等航空公司的电话，等伊的消息啦。文婷，家己人无爽快，无安尼啦，我陪你做伙去。阿姨，文婷对你好，你啥都不爱陪伊去啊？哥，你莫阁讲好无？我是感觉你安尼做有淡薄仔绝情的。一良啊，你唔知影家己想法，你敢讲一句话啦？可要来无伊？秋莲。家己伊到底是咧想啥？伊了，家己是无想要阁予文婷有亲近的机会，所以伊才安尼对待伊，而且伊这个人对感情有洁癖，伊无法度阁面对伊真正的感情啊。虽然安尼做有淡薄仔绝情，也莫事实上，家己伊有家己的苦衷啊。我是感觉家己的头壳比我较有问题，文婷都已经无计较，伊啥都不爱接受文婷。真正阿达阿达。